我看一下这个线型，顶到天呢、啊哦！哦，真的哎，不会停哎，不会下修的啦。嗯、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对啊，外资都说那个目标价目标价2000，居然熬到加减买、嗯，对啊，熬到持股100%。三个韭菜学炒股，炒股大富翁啊！买土地已经是过时的概念了，能不能买股票？哦，开盘哦，看一下哦。哎、欸，他台积电才198，现在是198 USD 哦，我跟你说，我发现蛮多很可怕的事情。统一超商现在大概其实还是差不多200多块。对，我已经参透这款游戏了。这样，大宇资讯帮我 all in， 真的 all in 哦。对 ，all in max max。All in， 买大宇百货，大宇百货有这家东西哦，没有，没有这家千张，我要分散风险，他想要靠摊平啊，OK， 向下摊平，500张，大宇资讯，大宇资哦，嗯，干这样大宇粉哦。每个都大鱼粉，我们这里只有小雨、啊，小雨啊，哎呦换我了，哎呦可以看盘啊，哎呦。大宇资讯，大宇资讯，看到没有？涨停，爆喷！好险，我有买一根 K 棒冲上去，好险，我有买500张。大宇百货全买了 ，Max， 大宇百货全买了。干什么蚊子啊？全买。台积电连两天涨停哎、欸，对，还真的、欸。而且看好强哦、喔，买中游信托全买了。哦，有哎、欸。没有啊，没什么东西啊。历史高，至少有历史高价、啊，有股价走势啊。中国信托我全买了，啊，买不起、欸，你看你没钱啊，四十五块啊，敢全赌中国信托，99你的，准备破产吧你？你大宇百货跌蛮惨，跌停啊，跌停，哎呀，成本22块，有地狱倒霉鬼，地狱倒霉鬼，我就说我买了就涨，就跌，买了就跌，买了就 A， 买了就 B。无能战俘，受够了，无能战俘，无能战俘啊！摊平啊，向下摊平啊，对啊，摊平的啊，好，再买，全买了啦！大宇百货这么便宜，盘又是新的一天了，嘎，又跌停，你你、啊，哎、欸，买买买买，继续买。等到下市就是，等到他下市了，就没有大宇百货，他早就下市了。你们来买，感觉怎么办啊？慌了，才赚一天，隔一天就大跌。你刚刚问的问题啊，如果存款也没有，对啊，撞到狗会落塞吗？我觉得会落塞，我也觉得会落塞。股票啊，应该不会，还是不能，嗯，要不能留，不能 all in 哦。我还买得起台积电吗？可以啊，200张台积电，看、嗯、你还追高的你啊，韭菜，看盘，看盘，看盘，台积电跌，不是吗、啊？我中信也跌，跌停也靠背，还好我，这游戏是买就跌啊，不是啊，起伏太大，那个韭菜在玩这个，他的起伏太大了，每个都跌开，动不动就跌停，小啦，这游戏。你啊韭菜被狙击，韭菜被狙击。好，摊平，摊平，摊平，继续摊。买7万多8万。好了，买个250张。看平怎么97，干就看你怎么输。资讯好像比较厉害。嗯，大宇资讯比较准。哦，是新的一天了，看盘，看盘。哎呦，今天大宇百货又涨，台积电又跌停，大宇怎么还在跌啊？还在跌，怎么又跌？干真的，你已经不行哦，你遇到玫瑰。不是说假的哦，统一超很强哎、欸，统一超涨超多的、欸，他原本才280，然后现在360。你看一下走势、欸，真的、欸，对啊，没有啦，干你还要看 K 线哦、喔。我看啊，这里有啊，3294对面367啊，还有历史低价，哎有啊，2294到，对啊，历史高价、欸，它、欸、一直破新高哎、欸。对啊，我的台积电也有机会啊。我看一下台积的现在。台积历史走势是不是？一直掉啊！台积电就低价，现在在低档，没有，还没到，还没到低点呢。算了啊，忍一忍，不买，走。
怎么玩啊？干嘛都快叠一根了怎么玩啊？我告诉我，摊平摊平啊，摊平摊平，向下摊平，向下摊平，摊到我他妈躺平，摊到躺平，继续玩。震旦行的走势，震旦行，震旦行的走势，我看一下。震旦行，叠啊，叠烂了，叠烂了，五九变四三四五啊，你要买这个？我买它。哦，干韭菜，两百张，两百哦，比，哎，又是新的一天了，来啊，三，哎呦，三八涨停了吗？涨回来了吗？哎呦，没有啊，我两个都涨停了，震荡，震荡行要跌停了，就叫你不要逆势操作，好不好？对啊，后面你赚十五趴，十五趴了吧？赚二十五哦，不止哦，赚二十五三十趴了，三十趴了哦。我觉得这游戏吼啊，买绿卖红才是重点。我觉得是啊，因为这个游戏没有那个啊，没有成，不用被课税啊。对啊，对啊，买绿卖红很重要。靠背啊，我还没赚哦。要不怎么真买那么高啊？奇怪，看你大股东哎、欸，你买超多的、欸，我想怎么办？看你真的买什么跌什么，跌跌啊跌，哪有还好吧？可是其实氪金的资产比你多，你知道？我看一下，只有29万，氪金还有30多万，敢追、欸欸、对啊，他应该比我高吧？把大宇资讯卖掉，再卖掉，哎、欸，卖掉，哦，哎呦，有赚啊，有赚先出来，氪金卖掉我就安心了，哎、卖了就喷就喷了是不是，要喷的要喷的，接下来连三根。Oh my god！ 斑马震荡行，震荡行，摊平，摊两百张。哦，韭菜爱看线性，来，就是韭菜。哎呦，哎呦，大宇资讯，你看到没有？你在涨停，一根涨停啊！看到你卖，我就觉得稳了。这大宇资讯怪怪的。是作弊吧？长长，敢又一根，对吧？我的震荡行又跌停嘞，夸张哦！会不会下市啊？下市，那时候拼命熬，然后赚一点就卖，这是散户操作。就是我会被诅咒了哈！一点台塑好了。台塑三宝，哎妈的，跌成这样子，哦干，会反弹吧？跌烂了，会弹吧？会弹吧？会强弹吧？这个嘞，哎呀，这个这个一样的啊，弹啊会弹。只是震荡行都吓死了，台塑现在还在，我还是买台塑好了，你比较健全一点。我看这样买多少钱？买500张。这是我吗？对啊，你的、啊，我的、哦，我要继续买震荡行，再摊平，继续向上向下摊平，哎、欸，对吧？两百，原来阿廖教我要跟着那个 U 什么，那個、一个吃满整个 U 字型的，对不对？U， 你确定？要看一下那个公司体质健不健全呢、欸？等下买到 BNB 壁纸哎，这不知道会不会吓死哎、欸、？VIP 不能用哦。拿卡片没？好了，随便了，反正不会不影响，对不对？反正拿到红卡、黑卡我可以用啊，奇怪，红卡、黑卡，哎，干你的红卡！哎哎哎！高音哦！是吧？真羞涩，两杯再带我飞。我们一起背中国信托你、啊，你要要吗？我怎么敢买、欸？你要我知道我外资不是要进场吗？不要进场，帮我把大宇百货卖掉，全卖了，嗯，不玩了，我觉得他这没什么好卖，卖掉。哦哦哦哦，赚烂了，赚烂了，赚烂了，真的财富自由哎！帮我看一下台硕是不是他妈历史低啊？差不多该进场了，历史新低了，好啊，全买。全买扫平扫货，对扫货，我有钱啊！妈的，我怎么还在负资产呢、啊？因为你很中国信托，我想一下我这个操作，对吧？嗯，我知道我要怎么操作了。你要怎么操作？我知道怎么操作了，这一波一定反转。全买，买统一超，然后挂红卡。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懂。你按台塑干嘛？对啊，全卖啊，全卖啊，全卖啊！然后把红统一超全买啊。
然后挂红卡、啊。哦，这样钱才在全部都在里面。对啊，干垃圾。有没有直接赚50万？赚五万而已啊，50万，5万哦。好了，看一下今天的盘势啊。我们一超还说，我们昨天还在涨停啊。应该是大家都连续、哦、连挂两天吗？嗯，真的假的？可以脱手了吧？别卖，干38万，干瞬间反超哎、欸！你娘，他就赚三根啊嘛，跌停变涨停，再涨一根不是三根吗？好啦，中国信托啦、哦，中国信托、啊，现在玩什么？熬单的啦，一店的吧？你以为他也会变800？800可以吧？好，买台湾人寿好了，可以买多少 ？All in 的，干这他妈才20000多块，你这边。你有他妈30几万呢、欸？看，买一点台积电好了。小气巴拉的，买600台积电啊。然后，看怎样绿的都买的，买绿买绿卖红啊！看，好买买绿卖红啊！这不就这样吗？好，就这样。大宇资讯真的好强哦！但大宇资讯太扯了吧？继续涨哎。太扯了吧！对啊，干我赚烂了就靠他这一点，统一你卖了就你卖了还涨停哎、欸，对啊，嗯，统一干统一超被你一根弄下去干，那么谁以后还吃得起乞丐时光啊？哈啊，大宇资讯帮我出完哦，不完出掉了、啊，我已经吃了好几根了，差不多了。干这个是几趴、啊？靠腰赚60块，70趴，我干真的哦，70趴，全出掉了吗？全出啦，全出啦！确定不会卖飞吗？哦，16万哦！台湾寿，台湾寿，几百全 all in all in， 没多少钱啊，也是这么少，成交量那么低，中国信托也帮我也他妈也 all in 好了，应该也没多少钱吧？啊，干这么贵啊！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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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卖，全卖，啥啥？这个贵啊！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当冲操作？干，台塑全吃了，台塑全吃了，全吃哦，对，全吃。干哦，鸡鸡有赚呢、欸，其他的还一买就他妈爆喷。那为什么中国人生这么难赚呢、啊？但打一打了啦，跟你讲，美国要 QE 了啦。QE 是什么？QE 能涨那些，涨那些那个便利超市吗？乞丐时光变贵，是这个啊，这个 V 型反转，很好吃到。All in， 台积电好猛。早知道就 All in 台积电了。哎呀，还好啦，早知道 All in 联合报，联合报没搞头，一下就下去了吧。一定是台积电比较强，联合报涨一倍了吧？差不多，真的、啊，我看一下趋势，快一倍了吧？7、8变4、9、9，哎，然后继续摊平啊！台湾人寿、台湾塑胶全买，全买，嗯，两个都全买，继续摊。我都觉得这没有用哎、欸。你这个还不是你讲的买绿卖红，本来就没有用啊！股票交易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股价低的买进来，股价高的卖出去，买低卖高啊，就这么简单而已啊！就干你啊！好啦，干，我不知道怎么玩啊！好，摊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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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摊呐、啊！钱那么多，钱那么多，摊一摊 啊！不摊不行啊！来啦，台湾人寿一起熬啦！熬单是不是？熬单了啊！不要，台湾人寿好像中国信托很烂，看中国信托烂的，你也超低的，没有赚过，没有赚过，没赚过。我想清掉了，我不买了，直接停损，搞我就烂死了，有一种要喷的感觉。这也是 V 型反转的，好买买买，转得回来吗 ？V 型反转，怎么那么多张啊？买联合报了啦，只要一定一根，向上还是向下不知道。台湾人寿我看一下，哎、欸，没涨过，我看可以买几张，好像419而已、啊，419啊，好呗，这是正当行哦、喔欸，几张？再200，两百，哎，你看联合报还在涨，哦，台塑喷了哈，啊，靠北哦，台塑喷了哈。
半金固啊，应该也可以喷吧。震蛋好像又掉了，烂了，难看，烂，下市了。哎呀，不要了，两个台湾都吃完了，买爆，是个 V 啊，各位，不能买啦。但台积电就跟你说，怎样？那280而已，那边涨个30%，哇哇叫，爆到700吧。嗯，包到今天吧？怎么没有广达？想买广达？这个我感觉会涨到涨、哦、到我们结束为止、欸，有可能上看上看2000吧。好，我等下狙击他。买买。好烂哦、喔，正当行没救了是不是？对啊，没救了，卖掉了，卖掉了。这游戏做坏了吧？100股。大宇资讯一直在涨停，可是他正蛋行在买200张，200张、嗯，他再不涨，我就要卖掉了。说联合报可以吧？2000一定是底部啊！敢这么信说涨停，还敢不是什么台积电怎么跌停？惨哦！梦回那时候200多块台积电，我他妈一定 all in 买爆。靠呗，我才不要嘞！不买爆，他是我们三个最有钱的人，那他有40万，扯啊、哦！这卖了啦，这没用了，这垃圾，这垃圾，买台积电，先买200张台积电。对游戏也这么看得起台积电吗？震蛋行没搞头，你好不容易凹回来了，就不出，要停损就赶快停损了，对啊，这种烂股卖掉了，震蛋行卖掉了，再明天再卖好了，卖掉还要，明天又会跌一根的，还想凹，还要凹，确定要卖哦。全卖哦！对对对，全卖！敢的阿廖等下会跑去买。我在加码台积电，买台积电。干你们不要偷学啦！我就是跟单，不要跟单仔啦！我跟接单跟到赚了10000块，再买100好了。对，你看联合报又涨停哦。上看2000没问题吧？早知道当初就 all in 了。台湾人瘦。不错、欸，干屁啊！凹很久哎、欸，涨停也在赚这样，我凹单多久？好险我震荡还卖掉，干烂股。台湾人寿帮我全卖光了，有赚就卖。哦、嗯，涨停了，不想哦，又吃到鱼生鱼尾不吃哦。没卖吗？没有卖了，干塞狼，你自己都不看好，都会跟我说鱼尾，鱼尾干塞狼。怎么办？干大家都买台积电，干台积电都不知道孙子出生呢、啊。加码台塑塑胶好了，台塑，嗯，吃完吃饱，嗯，吃饱，走，哎、欸，就只有一档台塑，领钱全领，全领吗？欢迎光临大哦，申请贷款，申请贷款，全贷，还可以开杠杆，还可以开杠杆，申请贷款，我操，申请的，快点啊，现在干，有多少贷多少，全贷啊，30万，全贷，全贷，还可以开杠杆，干啥？那我现在开杠杆，开杠杆有点猛了，外资进场啦，各位。卖掉台湾很少，卖了，没什么在动，全卖了吗？哎、欸，全卖全卖，这个好了，大鱼百货500好了，500，干一买就跌停，哎、欸，台湾人寿我一卖就涨停，就卖飞了、啊，你看，干，扯啊、哦，同一套全买哦，嗯、全买 ，all in 哦 ，all in， 我操 ，all in 就没了，没钱嘞，干好好硬哦，好不管啊，就这样，直接对眼睛闭。app 删掉等一下不要看盘哦、喔、不看盘啊接下来不看啊、喔、这么凶啊、喔、我研究一下这个我跟你讲这跟你讲是个 V 不是是 V 这是出货状况有没有看到大陆出不出货靠等一下会出到这里来底部在这里这是你的持股吧我是把人散户在这里筹码面在我这蓝色是散户我等一下就继续扫货干把它扫到没有理你啊买你的台积机啊！这卖了啦，全部买台积电了。哎呦，直接买，直接继续买台积电加一鼓作气加码，台积电还在往上喷呢。
买了，买台积电继续买，再买两百。我们现在是看盘太累了，买一只定下来了啦。台积电我还可以买吗？太弱弱，台积可以啊。对啊，一百多张可以买一百张哦。哦，对哦，对啊。哎、欸，开盘嘞、欸！哎、欸，干！统一超哦，有翻八趴吧？有干门啊！少年股神，看你要报七百啊？干你要报两千呐？就跟你说三千两千，干你要报屁的！涨干两千呐、啊，干连爆都不会提的、欸，从我玩的第一天没有跌过，你看，你看这趋势，不是啊，台积电也很猛哎、欸，对啊，哦，身上好像没现金也不行哦，对啊，赚狗都要塞，对啊，留五千块啊，卖十股，卖十股，嗯，好，就这样，第二天爆都还在涨啊，哎、欸，怎么融资，玩什么融资的，融资你要刚好走到啊。哦那一格才可以融资，快爆不下去，回动了哦！干他妈要反转了吗？卡十几万，干你的，你都蛮喷的哎！你台积电继续买，右侧交易哦，顺势交易啊，还跌了，干终于跌了哦，一年还上两千，台积卖了，全卖，哎，全卖。上看700那、啊、才跌的话做一点点这么韭菜南下载客什么东西看怎么都话术啊你啊一路上我再买大鱼买货你要买掉啦钱放在身上不会增加这里没有利息的对啊这里没有利息哎、欸、有利息啊有吗有啊哦真的哦、啊、哦真的啊、哦，这么多、哦！多啊、以前台湾这么繁荣，一个月给10%，对、啊，一个月有10%，我还买股票，对啊，看，买吧，全买，现在还有剩。看台塑，好，我买台塑。干，他又在下行呢，你先。那不行，因为我番茄酱用完。没关系啊，我通常先不沾酱，这红楼吗？进去，全存，对啊，走。买小、啊，你又把跌停了啦！台积电跌停了，干，鱼尾留给你们吃啊！停损是纪律，问题是跌停卖不掉啊！闭着眼睛啊 ，A P P 删了。嗯，五百。国外观众。哎呀，啊，怎么又跌？干，跌停哎、欸，靠呗！哎、欸，联合报刚卖掉，跌烂呢、欸。嗯，靠北靠北别烂呢！我也很痛啊，我也很痛，你也很痛哎、欸！你好，就这样了，算我两个都赔钱，你你啊，总资产剩33，还不如存存银行的，干真的不如存银行，干真的快爆账爆账爆下，还不如存银行，真的是下辈子再跟你们一起炒股票，怎么玩呢、啊？什么联合帽卖掉？好了，我卖联合报了啦，受不了了。不可能回来了，那停损是纪律。没有停损啊，就停，就少赚好多。买台积电，买台积电。祖先说要跟我托梦，说要买台积电。200，有道理哦。干，我觉得今天这一根下来，我跟你资产拉开。你啊，我瞬间我瞬间变33万。看看我的，妈，明天再一根，真的就下辈子，下辈子再跟你们一起炒股票，是不是？200块台积电是天下掉下来的礼物。上次哲哲不是说500吗？怎么变200？来来来，开盘开盘了，就跟你说吗？台积电200块不买，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跟你说，干脑哎。但我都没解套，我两个还都被套了。你看我操作，两个帮我们少躲了一根，台积电再反上一根，对不对？这就是操作。我看一下台塑的现形哦，来哦，是个 W， 底啊，底部了，底部翻转，底部了，对，好讯号 ，Good sign。好，就这样，我不买。你看屁啊，看没钱了，我剩5000块买个雕、哦，走啊，统一超可以卖了啦。但我跟你讲，统一超会反转的、啊，台积电。八七百啊，强哦！
进医院。是只有我赔吗？只有你赔啊，只有你啊，我赔天鹅妹，只有黑天鹅10%，怪不得别人。可是我没动啊，违约交割，你损失10%啊？什么意思？就是你持股数应该是减少10%。哦，没有，只有这样子哦。哦，是直接把你持股数直接砍10%。对，干那么几百哦，敢又凹单。啊，好了啦，这没多少钱啊，妈的，才10,000块吧，才500，也不是啊，看一下是不是在底部啊，还是怎么样？ Oh. 对啊，要反转吗？哎、欸，右边，日月历啦，哦、oh, ，对啦，哦哦 ，OK， 一月快结束了，我们只玩27天这样，对，我们玩到现在只玩27天，还有2个月，对，干太久了吧？那我们缩短啊，2月15号。二月十五号决胜负，对，决胜负，就这么决定。二月十五号，好，蛮、欸、好了。我再看一下好了，我还有钱。对啊，二月十五号决胜负，我知道你还有钱。哎呀，不是啊，我是说，感觉我钱没少啊。哦，因为持股减了10%，然后再加一根涨停，对对对，所以感觉没少。干，你全部都在台积电上面啊？对啊，凶哦，某，看着台湾价值，对，真的，是不是全赌在神山上面的护国神山？看什么大鱼百货那么烂啊，烂股没卖了啦，凹单的啦，凹单的啦，算了，不看不看，这种股市不看也罢。哎，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呦，台塑很喷哦，敢台塑很喷哦，敢我统一超是不是真的不行啊？要不要出啦？在盘整哦，嗯，暂时在盘整。统一联合报要不要剪？400块联合报，点的啦，上看2000，好香哦。我帮你分析一下，好，分析一下，看着的，这要怎么分析？你们报了两只涨停，大鱼百货居凹单了啦，你凹到现在了，凹啊，继续凹，继续凹，我看一下可以买几张，全买啊，一定可以啊。跟你讲，大鱼百货不会下市啊。大鱼百货在这里是存在的道具店，不可能下市，没办法，就是啊，就是哦，你怎么礼拜六啊？哎、欸，真的哎、欸，哎、欸，哦，不好意思，这1999年的游戏啊，那时候还六礼拜六要上班，礼拜六还要上课，礼拜六要上班，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开班，还有以前的台湾股市比较好玩、欸，来多一天赌场可以玩，台积电涨停哎，扯哦，台塑也涨停。干嘛要跟单台积电的吗？统一超出一株啊，统一超出一株，我要选出了。看你怎么熬到亏钱的、啊。明年啊，跌快18%，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熬到亏，不玩了，不玩了，笨 game， 挺蠢的，是不是？对啊，太愚蠢了。还记得有那么爽，你年啊，每天都在涨停。我看他现行，让我观望一下。应该是没有回跌的趋势，继续报吧。还要买哦、喔！对，再买了。这没有底部哎、欸。对啊，不可能啊！去买啊，去买啊！他不可能倒啊，他不可能倒啊！那是道具店哎、欸，他怎么倒？是不会倒啊，问题会变3块啊，2块啊？会吗？有可能？怎么不可能？但他不会下市，是没错啊。好扯哦，怎么可能？怎么买到失神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没有房子。干我死定了！我是不是要被扣贷款钱了？贷款中哦。哇，我觉得台塑应该是一个 V 型之类吧，帮我看一下台塑，应该是已经应该是到顶了，顶部了吧？哦，还没到，还没到破前高，还没到，对对对，来全买啊，全买啊，剩下多少全买？不能买啊！哦，对，涨停了哈，对啊。安老嘞，那我还能买什么？买鸡鸡哦！别闹，我才不要跟你们一起买鸡鸡耶！买鸡鸡啊！不要爆起来了，真的吗？干这么一点就要爆，真的假的？好啦，买，全买这个，全买，买这个，对，全买，对，我不行啊，我只要剩15个交易日就解胜负嘞，我他妈不全买，什么时候要买？好，all in 了，all in 了，拼一波了，就靠你红包。你还没买多少？99张，6500块、啊，怕被毛。哦，那你现在凹单在上面大概10来万嘛，涨停10天，你就是每天可以涨10%嘛。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可以涨1倍了。这样继续凹，继续凹，好烂，
等一下。哎呀，不好意思啊，联合报，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操作好猛啊，马上资产暴增到45万，这个操作，台塑跟联合报，不会怕了吧？直接涨停两根，我的大运百货动静哎，哎对，大运百货也涨停哎，帮我卖一下联合报好了，卖个10股吧。哦，对对对对，好，就这样，看到没有？这就是操作，这就是 professional trader。嗯，见。对啊，台塑很猛，已经涨了，连涨好几天了。其实，干，他已经过前高了、啊，破低开盘最高了、哦。对啊，反了看反了。哎、哦欸，我的大鱼百货来了，哎，还在涨呢。哦哦哦，看到没有？看，照这个速度，下个月，下个月财富自由了。小李已经买一台车，小李买一台车，小李换新车了，53万了，超车了吗？反超，我也53万嘞、欸。哎、欸，你是刚53万吗？53万，我原本30几万，瞬间反超。好猛哦、喔！噪音感美啦！哎、欸，为什么你也40几万呢？因为他那个啊，他那个是不是又涨一根了？大宇百货拉在拉盘，他妈涨快一倍嘞！台塑，我早就布局在里面，你们就没有人要理我。台积电，你要聚集台积电。十号了，台塑出一出啦，台塑出掉，嗯，全出了，全出了，对啊，这只涨不动了。全卖哦，全卖，干加码、哦，全压这一股哦。你看现金又要往上了，你啊，有这么好赚？好啦，全压，全压，真假的？全压，对，你按一下 max， 你按，等一下把它减到338嘛，哦、438六，438，全压联合重攻，唯一选择联合报，没错，联合报，哎、欸，好 key 啊，我不相信联合报比台积电强。还看不到现在股价的差异吗？看不到车尾灯欸，上500，他妈再来跟我说吧。这两天差不多吧，黄金交叉，懒觉、啊。台金上500，然后那个下400，台柱卖掉，台柱也全出掉了。这边应该看到一点跌，我受不了，连一天都无法忍受，一天都不行，一天都无法忍受。哎，我们买了联合报。欧一龙，干啥小啊？狙击哦，你去别台车啦！100张，100张，你去别台车啦！干，妈小孩哦！哦，今天要开盘了，开盘紧张，看一下总资产就知道哦哦哦哦哦哦，10万块，应该是不知道哪一根，里面我只有一个啊，我只有一根哦。涨半根哦，台积电、哦，台积电又涨停，涨停。看一下我多少，六。哦，干追不上啊！全靠联合报了。就跟你说，你涨半根，我就涨一根。干，我跟你讲，这个差距哦，只要你一根往下，一根往下，对，我一根往上，就会赢了。对。我来看一下这个线型，顶到天呢、啊哦。哦，真的哎，不会停，不会下修的啦。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对啊，外资都说那个目标价目标价2000，居然熬到加减买，对啊，熬到持股100%。我看他这有没有持股100%？哎、欸，你真的买、哦、买到董事长哎、欸，买到是总负责持股在15%，董事长哎、欸，去哎，持续我刚哦，你这样来除掉哈，还是买回来？最近好了。没什么涨幅，我还在56万。哎呦，哦，跌了。什么台积又涨停啊？哇、哦，就说黄金交叉了吧？干，真的。干同。什么大宇资讯？干统一超又涨停。对啊，还有10天了。不玩了啦。本店有多少钱呢？70万了，是不是？哇，干，真的追不上了。我来看一下台积电。就抱着没，你还有什么好看的？抱着啊，抱着啊，700啊，走了啦！韭菜面，哎、欸、干，哎、欸、董事长，可以了吧？可以买红卡了。
没有，你也要有红卡买、啊。哎、欸，没有，有黑卡，有黑卡。台积电打下来，台积电打下来，操！台积电打下来，把台积电打下来，可以赢了，可以赢了，这样完了。哎呦，我们是第一名，没事没事，我想到了。他等下结束我就卖，你以为啊？那你就不要买啊！我就直播就放着，你不怕干？带走都不要再买，你都不要再买。哎、欸，你跌烂了、欸，干跌烂了，跌烂了，干好黑。我跌一根，快半根哦。你看台积电有没有台积电黄金交叉？看，真的，我就预早就早就让他预测到了。看，真的，少年股神。没关系啊、哦，因为我是二 P， 我等一下会先卖。想用黑卡？不是啊，我们怎么觉得这游戏是一直在叫我们追高？对啊，是追高吗？这个经济变好嘛？这操作真的是可以的吗？经济会变好没？散户这样的操作是可以的吗？一直追高。啊，莱尔夫全凹了，全凹，全凹莱尔夫，对，全凹莱尔夫，认真。哦。接刀啊，接刀了啦！干不管了，我要把钱都投掉啊！中国信托、啊，中国信托全买，中信对全买，差不多吧？好，可以，刚好剩5000块。你卖掉，全卖，你全卖，我想一下、哦、全卖，一定是全卖啊！你们都没有持有台积电啊，干你啊！一定会被黑卡的、啊，当然是要卖啊！想也知道。你他妈没几张而已，还想骗谁？他妈我一定全卖啊！哦、他妈我就跟你们一起买，大宇资讯是不是？中国信托是很乐色，干你啊！他妈买红雅之后就是自己爽，然后不要爽别人的，干你啊！现在看到红雅就干，你买什么？你买什么？干，超乐色，干很乐色哎，可以买一点好。买500就好了，有一点现金。好啊，买绿卖红，这个也买，这个买爆好了。哎、欸，等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哦，可以了，没多少钱，买了。啊，买，干70万。看我的。啊，肥宅资产是你的一倍。没办法用了、啊，干这没有、啊。直接跌停了。他这很垃圾，他只买一半资产而已。他说那个大海基金被打烂，还是比你有钱。干。另外叫联合报。没有，他转仓不够直接。转仓，每次转仓的时候都不够直接。来，要什么？卖掉的。对啊。把大鱼摆货。对啊，你现在根本搞不过他了。不，澳单。澳单，少一点点。四五零。哦，没，台积电还在涨停。就被你搞了。少赚一根，你妈！就是你啊，就是你在搞我，就少赚一根。好像还行哦。买下来的富豪了，啊，几百可以吧？然后你这人又很垃圾，你在莱尔富的资产那么少，才买个几百股。我要用黑卡。看莱尔富真是，干干的，干的。哎，你搞我干嘛？没有用啊，我也不会赢啊。懂资产最多是什么啊？肥宅最多是什么？啊，我怎么知道？他资产最多的不是？不是啊，我是分散投资啊，我对他故意每一个都买一点，他很垃圾啊，而且他大部分钱都在身上，他身上还有30几万、欸，30几万分散投资，干，就在防你黑卡。他身上的钱就是你的总资产啊，你根本搞不死他、啊。不用白不用哎、欸，对啊，我买莱尔富哎，没有啊，你没有买莱尔富啊。干，用什么莱尔富啊？干没水准，干你啊、欸！肥仔马上就按下去，干，能不能再犹豫一下？那乐色，我怎么不知道？干你啊、欸！干你啊、欸！我有买啊！我觉得我跟你挤下去、欸，干，你就是故意在组合护城河，只要把我打下去就不可能赢的。干那乐色、欸，干，干那乐色，干那乐色、欸。干哭啊！干哭啊！干是两根呢、欸，你这
他那一天就跌停了。对啊，今天已经下一个交易又跌停一根了，干你啊，两根嘞，靠北啊！干妈，台积电又在继续涨停，都七百了，好酷啊！干不会赢的，啊，你们全部出掉，全部出掉，买中国信托，啊，不能买啊，哦，涨停不能买啊，那算了，就先这样吧，这卖掉了，这没用，两个。这陷阱就是这样啊，就是快要下市的陷阱啊！你没看，没看过这种陷阱吗？真的。啊，远东纺织那个摊平一千。应该会因为那个再涨回来。莱尔富。被我们的三，一次连三天跌停。啊，就是因为他跑不掉啊，啊连三天30%。对啊，台湾这是什么烂规定啊？还有规定人家不准跑的。但如果可以跑，可能跌40%，直接一天就跌40%，一天就跌四十趴，你也跑，对啊，不用跑。哪个？联合报。哦。哎，怎么看一下啊？看盘怎么看起来越来越惨，越来越惨。啊，干就莱尔富还在跌啊！莱尔富啦，你给我点联合报，不能念啊！你什么意思？你要买哦，买啊，全买，全买，嗯。好，就这样。哎、欸，要买一点点吧。不用，我身上没钱。干、啊，没钱无所谓啦。哦、啊，有啊，干，你要剩四天了，我不买，什么时候买？你哪？等他最低点。不要了，买了，继续买，摊平，向下摊平，还有钱，我还钱还很多，还有30几万呢、欸。向下摊平有什么差？我知道你还有钱。这个也向下摊平，慢慢摊。对啊，看一下，在底部了吧？买掉。还在跌，哦，中国信托有撑哦，干那副跌太凶了吧，塞你娘嘞！哈哈哈哈摊平，摊平，向下摊平，摊到自己躺平，向下摊平。这样看来，我怎么样赢不了你？我跟你都重仓是在莱尔富啊。还没到他成本价，9000多的成本价都还没赚回来，那是莱尔富吧？莱尔富爆喷了，莱尔富喷了，喷了啊！中国信托哦，中信哦，涨、嗯、停的东西就一直涨，嗯，好像他没压力，干他70万哎、欸，怎么赢？因为他跟我持股是一样 啊, 啊，我怎么样赢不了他？你娘、欸！统一超到900了，哎、欸，干真的哎、欸，真的哎、欸，哦，没上车，买这个，拉回就是买点啊。干，你现在怎么玩，我们也不会输我们啦，理你啊，没钱了。玩到3月，右边玩到3月，大一百货在拉第二根涨停的、啊。联合报卖掉，联合报卖掉，联合报卖掉，买大鱼资讯。全买吗？欧银，哦，礼拜一又休市哦。初三呐、啊，跪你啦，跪你哦，没啦，初二啦，初二啦。玩到过年玩是不是？对，至少开盘赌最后一天嘛，赌最后一把是不是？干倒闭，干倒闭，干倒闭，干，连最后一盘都不让你看，直接破产，干笑死，罚千块就让你破产，干，就叫你留一点钱嘛，你怎么，你惨你也要破产啊，告白哦。宣告最终获胜者，果然还是肥宅。干就靠那张红卡、啊，不意外呢。干鸡巴，我就这样8000块他妈倒闭，8000块倒闭，神经病，跟烂游戏，韭菜命。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